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浪姐四一开播便称霸热搜，相互认识，彼此寒暄的名场面依旧如同以往的节目一样抓马。尤其是优先登场的 L、谢娜还有蔡少芬三人，直接将综艺效果拉满，人送外号大喇叭三人组。第四季节目不仅利益升级，舞美效果也堪称节目有史以来最豪华，可见节目组是真的赚钱了。出舞台后，诸位姐姐们的首场个人成绩也相继出炉。从得票率来看，排在第一的是 L， 唱了 SHE 成团的第一首歌《恋人未满》；排第二的是来自韩国的刘亦云，她的实力毋庸置疑，跟宋茜是队友；排第三的是卢靖姗，她倒是挺让我意外的；排第四的是谢娜，人气高出舞台也很炸；排第五的是孙悦，姐姐团中压轴出场的大姐，她们五位便是第一轮的乘风创始人。其实在节目还未开播前，频繁登上热搜的几位姐姐便有谢娜、L、徐怀钰、邱慈炫、贾静雯这几位，想来节目组押宝的也是这几位知名度很高的姐姐。平民天后徐怀钰一直被看好，网友猜测她可能会复制上一季王心凌的火爆之路，但出舞台后很多网友有些失望。而谢娜没有辜负节目组跟粉丝，出舞台能拿下高分全凭她个人的努力。 L 在节目开播前也传闻她的出舞台成绩是第一，还有邱慈炫的《回家的诱惑》也是该节目在开播前最有话题的一个热点。第一期节目让观众对于33位姐姐都有了初步的一个了解，就到了开始拼人气的时候。通过节目镜头不难看出，节目组要捧的就是谢娜跟 L 这两位，属于自带人气又有点才艺没什么知名度的，镜头都很少。谢娜是在节目播出后头几天都是人气最高的一位姐姐，人气可以说是断层领先。只是没想到谢娜这位人气王，第一宝座还未坐热，便被来自日本的美伊里芽弯道超车给比下去了。而且美伊里芽的人气上升飞速，后面的姐姐很难再追平，就连谢娜怕是都自愧不如。美伊里芽出舞台的成绩也排在前面，她表演了一首《极乐净土》，这也正是她人气登顶的原因。因为这首歌在 B 站平台非常火，美伊里芽的身后站住整个二次元的宅男宅女。当年的《极乐净土》血洗 B 站，到处都是蝴蝶步，不怎么看宅舞的网友听的耳朵怕是都起茧了。此次美伊里芽人气登顶，可见二次元的战斗力有多么强。目前美伊里芽的人气已经快突破1000万了，网友调侃内娱对二次元的威力一无所知，芒果台这回恐怕又押错宝了。估计后期剪辑师已经在连夜加班，要把后面的一公二公中美伊里芽的镜头给安排上了。上一季人气断层的是王心凌，这一季是来自日本的美伊里芽。先不说她在二次元的人气，边唱边跳全开麦，高音稳低音沉，而且中音也宽厚，都没怎么听到换气声。即便是不混二次元世界，在看了她的初舞台后，都会感叹这位姐姐实力一绝。除了是来自二次元朋友们的投票，应该也有不少是被她舞台能力所征服的网友吧。本季来自国外的友人姐姐有好几位，唯独美伊里芽出圈。照这个热度下去，美伊里芽就是第二个王心凌。但很多网友反映说她来自日本，节目组应该不会强捧。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些人不该拿国籍说事儿。节目组既然能邀请他们，肯定是会一视同仁。而且本季的主题就是要拉近中外的友好关系，不能因为他是日本人就去否认他的能力。大家越黑外国人，就证明内娱越拉垮，至少人家对于舞台是绝对尊重的，不像很多内娱的爱豆在舞台上尽情划水还收获高人气。音乐不分国籍，美伊里芽这回算是带动了二次元的重生，让一众沉睡的宅男宅女们又燃起了对选秀节目的热情。至于芒果台要不要接受美伊里芽这波流量，就看后期如何安排了。不得不说浪姐这个节目挺幸运啊，也是会找嘉宾的，每一季节目都能引发争议。而且本季节目一开播还创有史以来新收视，赚钱赚到晚上做梦都要笑醒了。该说不说，湖南卫视这一季的浪姐四还真有看头啊，姐姐们一个个貌美不说，还都实力不凡，关键是开场就知道话题，让人越看越上头。丧偶组合张嘉倪、吴倩，回家的诱惑组合邱慈炫、李彩桦，还有谢娜、陈嘉桦、蔡少芬三位大喇叭简直绝了。不过话说回来，以上提到的姐姐可都是自带话题跟热度，他们不是自身具备了高人气，就是因为身上的发生过事情让人印象深刻。排除这些，浪姐四迎来首位黑马姐姐，人气赶超谢娜不说，还被曝结婚防爆，大家知道是谁吗？没错，她就是来自 RB 的姐姐美伊里芽。
说实话，梅伊利亚这个名字笔者还是第一次接触，但看节目的时候真的有被这样一个外表卡哇伊的小姐姐给震撼到。舞台上她手拿话筒，唱跳兼备，却不带一点喘息，表情管理堪称是满分。总而言之，在浪姐四的初舞台上，梅伊利亚的票数虽然不高，却完美抓住了观众的眼球，这也为她的人气埋下了伏笔。首期节目播出后，梅伊利亚在播出平台上的人气排名直接冲上了第一，而且还是断层式的。从当下排名可以看到，梅伊利亚的人气已经完全赶超了谢娜，而且是遥遥领先的状态。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这她是节目播出以来第一个人气赶超了被观众说是皇族谢娜的黑马。为何说谢娜是皇族？这还要从她在湖南卫视的地位开始说起了。大家都知道，谢娜是芒果台的一姐，也可以说是台柱。她之所以被安排在浪姐四，除了自身有助一个亿的粉丝量基础之外，还因为她超强的主持能力，在节目中可以充当很好的调和剂。在浪姐四首期节目播出之前，网传谢娜的人气排名是在第一，遥遥领先其他的姐姐。所以作为一位二次元的小姐姐，梅伊利亚能够在内娱的选秀节目中杀出重围，并且赶超谢娜成为了节目的断层式第一名，足以见得她这匹黑马到底让观众有多惊喜了。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人气刚刚赶超谢娜冲上了人气榜第一名的梅伊利亚居然被防爆了。在内娱，在饭圈，爱豆恋爱结婚都是禁忌，而梅伊利亚刚刚因为排名上热搜就被爆出了结婚的消息。据悉，小姐姐的老公也是圈内人，两人的婚纱照也被有心人给曝光。说实话，这要是在年轻爱豆身上，粉丝估计都塌房了。但梅伊利亚是个30+年纪的小姐姐，而且自身有实力，结婚消息爆出后，大家的态度反而很端正。不少喜欢梅伊利亚的网友都纷纷吐槽说，她是动了谁的奶酪才因为结婚被推上热搜，这防爆的目的太明显。但已婚怎么了？已婚也不是黑料，这跟内娱可不一样等等。很显然，有心之人的防爆举措失败了。就算已经结婚，梅伊利亚在观众的心中依旧还是不会变的。大家对她在舞台上的满意度已经完美赶超了她的私生活，所以说她是浪姐四播出以来的首位黑马呀。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内娱饭圈的三观也要跟网友们一样，追星就追星，阻止爱豆恋爱结婚的行为真的一点都不理智啊，你觉得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